6月14号，我们的两大会视频。所有美好如期而至，所有荣誉汇聚成立。威卫国际领袖表扬大会重返高雄巨蛋，我们热血奔赴，只为成就经典辉煌。我们化名为整，引领团队航向高峰，荣誉领队义无反顾，乘势而上，借荣耀之环之力，成为彼此的光。2023年6月24日，第二季领袖表扬大会，高雄之约，荣誉启航。好，这一场表扬大会呢是全球国际的表扬大会，好，所以它只是表扬。他只是表扬什么？艺术杯，飞马有表扬吗？是啊，现在没有人可以回答我，不要紧，过后我再确定才跟你们讲话，不要紧，直接讲错啊。当然，关键在这里了。啊，除了表扬大会以外，那一天我在高峰会议就有提到，也有可能你们领导人也有通知你们，也有提到这件事情，就是当天我会拿一个纸带上去。各位听说吗？你要说拿纸带上去干嘛？在过去那么多年的表扬大会，当我拿纸带上去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又要进步了。就是说不是多一个产品，就是产品的进阶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就是我拿个产品，拿个纸带，拿新产品出来。所以那一天很多人都在猜啦，很多人都在猜说，哦，会是什么呢？其实你们猜对了，就是本德第七代。其实我这样讲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很多高层全会，怎么老板你在这个时候会讲这个东西？当然我是绝对不会给你们看，也不会跟你们讲里面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我要跟你们讲是这样，我必须要先跟你们讲，不在电代已经五年了，我们很少这样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进入一个东西，很少，我也觉得花太长的时间了。其实这个第七代原本就应该在2020年就出，2020年，在2020年遇到什么事情？遇到疫情，疫情可以不出吗？不能够出，出的话那个决策肯定是不对的，因为这种是天灾，我们没办法。所以在过去3年的疫情的期间，当时的第七代跟今天的第七代已经不一样了，我们又一直在进步。所以严格上来讲，它可以算是本德第九代。因为原本的第七代不是这个样子，差很远，18000里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你知道第五代和第六代的差距吗？很大，是不是？所以第六代到第九代的差距，你觉得？当然，我们无法啊，把它放在第九代不可以，因为它确实是六过后是七，我们不可以乱跳啊，好像很多人讲乱跳，我们不可以的，我们没有玩错啊，六就七，七了过后要再进步很难了。不过还是会想尽方法。代理 capsule 真的最终最后应该给我放在好像大包浆那里。真的，
定义来，我们希望做什么？我们希望说，第一，它能够一次过就解决，一个可以解决，你不要买十二个来解决，是不是？我们一直都希望这样。所以在这边我也要顺便让你们回忆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三个月前、两个月前我们调整价格，就是为了迎接这个人。调整价格并不是为了，因为所有的一切的成本都是提高很多，所有的一切的成本，所以三月开始我们热身一下，一直到六月来迎接这个东西。不是说哇，因为了赚钱怕死，让我们拍一点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过去十五年来这不是我们的作风。那么现在有个这样的问题了，我需要跟大家探讨一下，商量一下。有些人是很迫不及待的，现在有个这样的情况，就是说如果我讲如果而已啊，如果因为他是六月底嘛，我现在讲这个现场，就是我们通常 VV 如果你没有过去的一些进阶的时候你没有参与的话，我要给你知道说每一次 VV 推出新的东西的时候它都会缺货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都知道吗？不是我们故意想要哇，那个叫什么啊？饥饿行销，我们不需要烂到做到饥饿行销了。好，真的没货那时候，真的是很难调整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有可能三个月、半年，甚至去到半年了，我们曾经去过是没有货的情况。我得相信，我过去十五年，我们每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它业绩还是一直在上面，就算没过，所以基本上很多时候叫什么，你给你不用过了。不过不是的，不是的哈，就是我们的功力很高啊，在市场上我们没有产品，不过那个人顾客也会想 pre order 的那一种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市场功力高，这等一下也可以啊。等一下也有交了这个，所以你要注意听。Okay, 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所以通常他来的话，他只有第一，他来第一批，然后来第二批，来第三批这样，对不对？可能第一批和第二批的间隔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。好，先跟你们讲这样的情况啊。现在我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啊。就是我也希望你们有业绩，能够有收入，对不对啊？我真的很希望啊。我说万一如果五月份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进的 sales 就可以拿第七代的话，没，我说如果啦，就说你可以拿到第一批的，你们觉得 OK 吗？没有，你们一定会觉得 OK 的，废话嘛，这个对吧？废话，当然他还没来啊，就是等到六月二十四过后推出过后，才会出来吗？啊，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就会给这个时候，就是先拿，这个时候进单的先拿。我的问题还没出来。这个是一个，如果是这样，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那么昨天买的怎么办？啊，不如一月买的都照算了，不可以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说明天买的，昨天买的怎么办？那么昨天的 OK 了，也可以了，但前天买的怎么办？你看他没完没了，如果我换去一号的话，你看我要给你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遇到的一个瓶颈，遇到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商量。如果我一号到一号的话，那么一号到昨天那些已经拿货吃了两盒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遇到问题？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出现的情况是大家要的吗？是不是大家要的？就是说今天开始的
上面的，你可以选择。你要现在要的话，你就拿第六代；你可以等的话，你拿第一批的第七代。如果这个是你要的，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一下，它不能算昨天的，它只能算今天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你讲可以吗？那些买的不知道。不过我们要知道它的真正出发点是什么。我也没知道真正出发点是什么，因为我会担心说，六月二十四号我一出，第一批很快也是没有了，那个中间的间额很大，就是等待的间额很大的话，万一啦，我们讲万一啊，那么手上有货的人就会赢啊，是吧？有货和没货，你看有货的组织和没货的组织，那个十万八千人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调整的时候，我希望说可以趁这个机会，你们积极一点去，至少当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手上是有货的，而手上没货，这是完全两回事啊。所以希望你们可以赢在起跑点。我想问的就是说，如果从今天开始可不可以？那些买的从今天开始可不可以？他没讲话，我们帮他回答上。好，所以我要你们理解。好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好，你可以选择直接拿货拿第六代，或者等第一批的第七代你先拿招牌。OK 吗？谁理我？啊，要说我没想到的。OK 好，现在来到下一个主题了。我突然间忘记了下一个主题了。